右边。咳嗽就有点严重，肠胃炎。男朋友没有宿舍哦。照顾对。对呀。哎，你今天穿得很好看哎。照顾。有呀，我好好的照顾你啊。有。什么照顾啊？就是正常的关心啦，对对对对对，三餐之类的，就是他会准备一下的。有关心建伟哥吗？就建伟。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交给他们就是来处理吧，我想说他应该会需要一些自己的个人空间，就是在心情混乱的情况下，其实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也不太希望别人来打扰这样，所以我觉得就交给他跟他家人，然后希望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都可以有一个好的结局吧，面对问题，如果有问题的话。其实有点小小难过哎，因为过了今天之后我就没有了大使的头衔哎，有点不爽。明天就要花钱看电影，就在图这免费的电影票这样。好像大家好像这样说，但我自己其实没有这样的感觉。嗯，就是因为在吃这方面，我好像还是挺正常在吃的。可能有点那个，那叫什么失调啊？反正就是身体状况最近就是前阵子生了一个大病之后，就还在康复当中。干嘛告诉你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只有你担心的、啊。我为我的朋友不生关心。就是没有啊，就是那时候就有点严重，肠胃炎这样子。男朋友没有照顾，哎，你今天穿得很好看哎。照顾有呀，我好好的照顾你啊。有。怎么照顾啊？就是正常的关心啦，对对对对对，三餐之类的，就是他会准备一下的。有关心建伟哥吗？就建伟。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交给他们就是来处理吧，我想说他应该会需要一些自己的个人空间，就是在心情混乱的情况下，其实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也不太希望别人来打扰这样，所以我觉得就交给他跟他家人，然后希望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都可以有一个好的结局吧，面对问题，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对。